小时，你在跟我搞什么？你在跟我搞什么？你有这么不要脸耍人玩你，要命你是不是？身穿橘色洋装妇人指着工作人员，嘴里破口大骂，不断跳针，搞什么？排了这么久的队，心脏病都差点发作。没有这回事，你怎么这样耍我？我是哪里骂你？我心脏病。楼管都已经出来道歉，但他火气依然很大。人山人海，百货周年庆现场，这一幕让来逛街的民众通通吓坏。他蛮过分的，他一直扯那个店员名牌，他说叫什么名字？我看看，就是好像自己是老大，骂他。台北东区某间百货公司周年庆首日，这名妇人要兑换满额赠礼，因为沟通不良排队一小时，还跑错楼层，当场飙骂柜姐，还动手扯名牌。目击民众将画面拍下po网，影片曝光引发热议，不少人不满妇人行径，认为飙骂又动手太夸张。但也有网友觉得百货公司周年庆期间动线安排有问题，造成顾客不便，当然会失去耐心。真的很没有资格，知不知道？你们楼管如果来，我心脏不好，当傻人玩。警方目前未接获双方报案，但不管如何，开心购物却大动肝火，伤了和气，实在得不偿失。记者杨忠胜、范雅乔台北报道。它是澎湖福朋喜来登酒店推出的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，小小一瓢啊，可是有大大的学问，里头有很多像是呢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，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，因为它里面有球蛋白，也是加分再加分。